老师好，好久不见，好像好久不见，真是想念。好吧，那先来看一下。去做。以前跟你们也上过课，反正是最完整的一次。哇！压力好，上座呀。第二队也来吧。7、8，耶！然后来说一下个人的吧，龙龙，我觉得你是站在 C 位，然后我觉得你很适合这首歌，就是舞蹈部分还是要再加强，你还是一直在错节奏，对。然后还有那个林超，对，你前面自己一个人坐在那里做你的表情和动作的时候，我是觉得你动作太多了，你每一个拍子都在动，动肩或者动头或者一直在动，不要有多动症。你听着那个节奏，你有一个点，你可以给一个点或者是怎么样，就不要满拍都在做动作。然后那个地方你可以自己再想一下。有几个问题其实是想团体的说一下，就是副歌部分的动作，感觉大家都有意识到了，但是做到的人只有林超泽一个人。谢老师。对。然后那就辛苦一下那个队长了吧，要带这么多人一起练习，然后今天就到这里，下课。老师是手掌先面对前面吧？我觉得这样好看一点。擦擦，这样很娘哎。那如果趁这个时候多丑。我要试一下，我起得来。失败了，我起得来。
我一只脚起得来，你看，我真的起得来。哦。